僕が言えちゃわないように今こちらせ夢打ち上がれ最初から君を好きにならなきゃよかったなんて嘘までついてあしき不自然な笑顔華やかなの雰囲気は違ってさあ繰り返すブースで頑張れの声涙でどかせ言えちゃいそうだよ宇宙の始まりがあの日を受けた我已经研究出破格魔最完美的配方就昨天那一套改良版我今天一定用这一套上钻石衣玩玩比较好看着你等下就知道怎么玩比较好首先你要有纳蛇之牙跟水滴那时候是呀，那是一个超强的武器。哦，顶不过他了，他两等了。我被他顶爆了。痛痛的感觉我就应该吸那个蓝霸的经验后面那个小红叉的粉啊他在我刚刷野那个小红叉的他刷野的绿野哦，还没关。为什么吃金要困难？点燃下啊！再凶点！我吃不到兵、欸。可以加倍的哦我怎么突然满血了感觉真好你怎么也满血了那个唢呐那么硬哦因为 他防御力跟我一样高撤退哦，要死人喽！哎，加了！我在点他，我会被他射死。我加！他已经没魔力了。弟弟没用啊。他有用，你刚刚就跟他一换一了。哦、First number 怎么了哦哦哦哦好恐怖平时我点他比较痛哎、欸、
我说我超容易没膜，为了解决这个缺点，所以我出了水滴，等一下就会有。哦，他跑去追 BB 了、啊。好，塔里克没闪现。先控好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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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扣跟我跟以前一样，还是撑攻速靠打就在打。你要不然吗？在控兵线哦。这样就可以对，不然就对了。那么第一号就来打了，那就对，打爆你。我想继续转。回，要回了。你有装备是吗？没有装啊。我想说你有装备，因为你接下来是打不赢他。我会打不赢他的十字镐。刷韩服哦，你可以在聊天室找一个。看有没有人要陪我的账号玩一下韩服。哦，我可以买 BF 嘞，但是我比较想要纳蛇嘞。你不觉得我昨天那个玩法用的厉害，到躲在里面？假装回家。我假装回家好。跑出来了哦，我都被你吃掉了。摸死我大姐会痛啊！打 W 开的时候手超长，你摸死你会死啊！哦，你看有人哦，为什么不杀这个？对啊，他怎么血不乖啊？乖，你为什么不杀没有闪现的塔里？都要飞机。哦，他要冲出去了！妈，白痴哦！可以打，可以打。先杀红 buff 吧，我比较想要这个红 buff。红 buff， 红 buff， nice to play。吃霸龙 ，OK。我不是吃霸龙，是的。走，吃霸龙。安安，终于拿到这个红 buff 了。杀了 BB， 他根本不可能杀掉 BB， 他有 dash， 还有闪现。有 dash 跟闪现，还要飞 BB， 你看中不到。哦，黄色郁金香跑过来了。你刚才撤退，好啦，不然我再改个初装啊！我昨天晚上不睡觉，我又研发了新配装。你最好是不睡觉，他妈你超早就睡了。我又要用这个。真的虎。现在扣个魔要靠的就是这东西啊！早安哦，九分钟霸龙，九分钟霸龙，霸龙都还没出来哦。我昨天是在床上的时候想到，我终于想出这套完美配套。我等一下就要出水滴啊，我只是刚好钱够买这个而已。我昨天计算后发现弹簧刀比纳蛇之牙痛一点。废话，看你这么超早之前得到结论吗？
重一点点而已齁，而且如果我用大绝纳蛇之牙就比较强，然后我出这里还会推冰线哦。这是什么歌？什么萨库拉什么歌的忘记了。哎，我刚刚没发电，我要发电了，我要发电了。会死！打完这场我就要去钻石了。屁啊！你还五代中都还没打。我正在打。正在打。你看我大绝多强，我现在要是纳蛇之牙他就没血了，你看命中了，电他一下，哎，怪怪的，嘉文来了，他会闪现晕我，他的人非常残暴，我没闪现，我要跑。可是我大军是没有办法去跳在这里。可以啊，我可以带走黄色郁金香，中路已经无敌了。嗯，好暗哦，暗暗小 U。再推一点，按压一次吧，按压一次推一点，推一点。我知道，我可以稍微控他一点，我可以打他两波。对对对。嘿，啊，小屁没吃到。控吧，我出了这东西最好是控得住。他现在一波带不走我哈，我现在1300，我也有1880呢。哎，啊靠飞啊！哦，好猛好猛！飞打，他是被动，我被动。可以打，可以打。BB，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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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砸！我的手，我已经想到他要 dash 了，不是我来打我。你的大绝真强，我有 BF 了，哎，我忘记买水滴了，惨了，要没魔了。吹爆皮！我的被动超强大。我那才不是大绝，我那个是天生技。哦，摸死的大绝，摸死那个大绝一点屁用都没有。好悲哦，我救你。哦，阿里又杀人了，跟摩甘娜好像怪怪的。摩甘娜再一次被单杀，040。为什么摩甘娜可以被阿里单杀？我不懂。阿里就 OP 脚，上个月就跟你讲他是 OP 大头鬼。我上个月就跟你讲阿里很强。真好，我要下去了，我的兵线要过来了。早安哦！太绝了吧！呵呵，超绝了！扣哥，我用符文几，用符文二。超绝的啊！贵宾狗超绝。会秀。会秀，会秀，小丁好吃。可乐阿姨也会，因为她刚买早餐回来。不会哦，我磨超多了，我要水滴了。哎，你要超赛聊，我来救你了，按大绝，按大绝，按按打。我跟按你的队友，你看，硬邦邦，顶啪啪，对不对？你干嘛按治愈浪费啊？我不会，怕会死哦。不会死，黑黑的、哦欸。他把 Q 用掉了，他要死人了。我的加300，哎，22块而已。好多、哦。嗯。我大。你有大，打得中才叫大姐啊。我可以对空气造成伤害。来来来。右边。右边有两个人来了，他们等下死定。加本没魔。没修。哦，刚才没魔，可以修。我刚刚要发电了，早安哦。防身吗？
还有红霸，好恐怖哦！没命中嘞，要不要？有哦，我在打哦。你在打，打你妹啊打！我刚刚就缺那个吼。这个真的哦。哦，他进去了，双杀。点塔，点塔，点塔，点塔。我觉得我会被电塔点死，快跑哦！坦一个哦。闹，快跑！好像有点猛哎，上路也被杀掉了。我有闪啊。啊，你去死啊！不会，有我在。你要闪不会早点闪哦。不错哈。有我在，我的噗！哎，他变300块了。哎，贾克斯，贾克斯。哦，有喂。你看，我送头，然后变300。我好赚哦。赚。我现在超巨大。送头变300。他的妈！你竟然虫子变成……你知道我刚刚不找你闪，是因为我以为我闪不掉一只。怎么可能？我闪不掉，因为他还有大。29岁了。操你妈！哎，你报名就不要，再报名。B B 在上面。啊 ？B B 在楼上。B B 对啊，刚刚说早晨。B B 在楼上吗？有吗？你那都 ？B B。我看看我要买什么啊？哦，女神之类，狂战士护军，亚龙哦，吃龙哦，水滴了有啊，我已经有水滴了，这样就有无限的魔力，不会哦，我觉得要先推理。大主要说，那么监视我的大主，想一下中路的事情。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哦，喷死你！你这个单力，你这个单力，哇，命中了！好痛啊！我也有大、欸。哦，差一点又命中我了，我要接下来就吃冰了。这手是怎么布 ？Ruff and roll。No problem。No problem， 有人来了。没事。拎领带没事，我来了。左边草丛还有一个人哦。好想看到口水，因为口水现在出装有一点瓶颈。开始盾了，按一下 F 五。这装备啊。新装备就是我花了差不多花了2天的分数。你可以不要智障吗？你智障吗？恶魔花脸。你等下就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变什么，这东西可以变一个神装。要碰我的冰哦。看一下，还缺1100块。那蛇之牙。你看我洗冰哦，有没有快速？我要是把第三刀点到，这小冰刀就死他了。他躲在里面，还是这里、啊？哦，发现 B 组还带红霸。啊，如果他冲上来打我们，就打他了。再说你的大局啊！主要是拿被动去打塔，被动打塔超爽快。哦，摩甘娜要被打中了啊！摩甘娜不见了，啊摩甘娜消失了 ，B B 也要消失了。哦，好赚啊，要狙狙了。
Double key 啊 ，Triple key 啊，我什么都赚不到啊！哦，丹利再一次单杀掉了篮板。前一首歌是什么？我已经忘记前一首歌放了什么。水滴就是可以防止你的魔力不足。我现在要是没水滴，我早就魔力。你知道我那个被动刚刚打没有？今天一直打200多。那是加你的普攻，他的防御本来就只有0哦。超爽的，就用打法，就用防御上。很笑。肯定要妈一直一路成功。肯定要直直朝我们家进来了。你小心点啊！就我要回补啊，我要纳蛇之牙。回补完，我最近在玩寇根，我在研究他的配装，我在研究他有什么打不赢。说 BB 永远都用葛雷斯打我。葛雷斯就很好打寇根魔。哪有寇根魔就克葛雷？主要是寇根魔没有克格魔的脑。寇根魔绝对克葛雷斯，他我的手比较长，还比较痛。你的手比较长没有用啊，你点他的时候他就一定救到你了。No, 是吗？必杀。我有必杀虚空一女。你每次虚空一女都拿去吃冰，他根本就没在怕。没有啊，那是你不上，我才拿去吃冰啊。我选个收拿，你一直叫我上。你冲上去，我就可以拿虚空一女打了。你就冲上去吃两招，我就虚空一女点死他。退八了。中间那波兵退掉吧。这一波兵也就一只而已，一只炮车。是哦，安诺。哎，等下那边有一手勾落。对，那边有一个钢叉的。推上吧。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前一首歌是哪一首，你都到我的歌单找找吧，应该总会找到。推上。Oh my god！ 救他！不会死哦。对。我会记得。我们两个没到哦，他会想开哦，没关系。哎，上！上！我泪喷喷，我泪喷喷。我泪喷喷。早安哦。SWL 有什么看法？还不错哎。差一点又命中了，奇怪了，摩甘娜这一刀真的四件难闪，我觉得我每次都闪不掉。哇，我的 BO 五中要打完了，然后 PP 又要升天，我觉得我吐他整个就超痛的，我被晕倒了。还有人跳到我身上，然后他就要死去了。哦，阿里死了，我们的主将死了。主将是寇格姆。稳啊，寇格姆。那你剑是虚空淤泥。要反打、啊。要反打、啊。这边就要灭团啦、啊。我要死了。没那么容易死啊。不好意思，你好烂。哎呦喂。他那边有眼，他看到你。他看得到我，他杀不了我。这个、我吃。我回去买装备啊。我可以救他、欸，但是好远啊。不要理他哦。我先买嗜血者好了，嗜血者超好用。可以灭团。被灭团，我又可以买东西了，我可以买一个见证药剂。我几点开的？我之前就开了，忘了，开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剩一个兵营。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也就在这里。哎、欸，后壁的。等一下啦，我觉得。你直接来吃啦，我。杀丹利比较实。快点啦，直接来吃，我可以砍。等一下吼，杀丹利吼。
你看丹尼被我吐死了，丹尼被我吐死了，加五百 G 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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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线微笑，我根本就没有对过他。丹尼暴走了，丹尼刚太贪了，他吃太多冰了。因为他们待太久了，就被我跟蓝宝给追死了。好了，我现在已经神装了，我可以再吃个蓝宝。没有，没蓝。啊，大了没蓝，我要吃这个哈。忘记。我要叠嗜血者哈。这雷击 AD 有前途吗？有创意。反正你只要有手的都可以，有手长的都可以拿来玩 AD。什么安妮 AD 啊，神力 AD 都可以玩，只是他就是适合玩别的玩法。像射雷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适合玩 AP 的。他又吹口，都给他玩就好了。他已经肥滋滋了。大师，这整场到底在干嘛的？你看我的在 KDA 十四，阿里的 KDA 跟我差不多而已。阿里 KDA 十七，我十四的 KDA。